了解。等等，还有凯格尔运动，训练你的骨盆底肌肉，改善尿失禁问题哟。两脚要在膝盖的正下方。好，先深吸一口气，呼气的时候臀部夹紧，慢慢往上抬。重点是把你的球夹紧，屁股不可以落地板。慢慢回来，起来，上半身要起来，上半身起来，双手离开地板，肚子用力收紧。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慢慢爬。我们快升了。全身酸。如果一般中度或轻度的呢，待会你不要转台，我们教你做凯格尔运动。是，那这个非常有效。那如果说是非常严重的话呢，那因为距离太遥远了，对，所以我们就做一个小手术就解决了。哦，因为我们膀胱出，我们本来膀胱在上面，尿道是在下面，对，所以都靠那个括约肌挡的嘛。对，那你现在这个松了，那我没关系，我把这尿道稍微掉一点点上来，拉高一点，就稍微撩一点，让它有个角度就可以了。很小的手术，所以大家不要紧张。所以妇女同胞如果说有严重尿失禁的话，应该去看泌尿外科医生。对，那我们现在泌尿外科医生都很厉害，他们就简单做一下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。是是，对。哦，我们这个有任何的这个问题啦，其实就是不要怕麻烦，去看个医生，提早这个看医生，提早治疗。好，那这边我们可以跟大家讲的是，这个可以先预防或是改善。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这个，那当然还是从考试这个时候开始。第一题，请问没有尿意呢，也要养成在固定的时间上厕所解尿的习惯，就可以预防尿失禁，对或错？请抢答。我问姐，请作答。错啊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对啊。好，下一题，请问常做呢缩肛的提臀运动呢，就可以改善尿失禁的状况，对或错？请抢答。哎，可以请抢答。我怎么按他怎么会，他帮我按就行了。是不是？对，应该对嘛哈？对对对，谢谢。听他的吗？对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哦，现在只差一分喽。下一题，请问生产后呢穿束缚可以改善产后尿失禁的情况，对或错？请抢答。佩姐请作答。错。确定？确定。恭喜你答对了。请问上厕所的时候呢故意中断排尿，可以训练呢骨盆底的肌肉，预防尿失禁，对或错？请抢答。佩姐请作答。对。确定？确定。恭喜你答对了。那是对。哇哦，没尿意也要养成固定的时间，这个其实没有道理。对，所以有的时候爸爸妈妈，在这个训练小孩子上厕所的时候，千万不要逼人家去上厕所。可是我常这样子，因为他有时候就憋尿。对对对，我觉得不要，就让那个小孩子自然就好。不是啊，有时候上高速公路，然后他们都会威胁你说，哎，上去就没有厕所咯。其实是没有必要了，其实是没有必要，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还是自然比较好，自然比较好。是，好，好了，再来，常做缩肛提臀的运动可以改善尿失禁的状况，其实这题跟第四题差不多。对啊，一样的。这个第四题啊，我有一点意见啊，就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每次在教大家做凯格尔运动的时候呢，因为其实你看不到骨盆底肌肉的收缩，因为你在外头，你看我的手这样歪哦。我手这样歪哦，你可以学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我现在骨盆底肌肉在收缩，你看得到吗？你看不到。所以我们要教人家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有时候在说明的时候很困难。所以因此呢，有些人就想到说啊，我跟你教一招，就是说呢，当你小便的时候，如果突然间你把它中断的时候呢，你封住那个尿的那个肌肉就是骨盆底肌的肌肉。那这种观念呢，大家已经懂了，而且很多人都懂了。也就是说，大家可以由这个感觉到是哪一块肌肉在运动。对。可是呢，绝对不是叫你小便的时候呢，把尿停掉然后去练习，这是胡说八道的。对啊。所以万一憋住了。对，所以小便的时候，你就乖乖的把它通通小完。只是说在教你的时候，教你在哪一块肌肉，那大概是什么感觉？对对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所以这个不是这个意思，这个很糟糕的，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人就是搞错方向了，这个看书没看懂，不是这样，OK， 懂了吗？好，懂了，了解。
那所以其实第四个它的动作其实就是第二个动作，其实是一样的。对，但是待会我想我们的这个体适能教练会教得更好。是，他会教大家，因为他有些动作是可以看得到动作的，比如说他待会会教几个动作，其实从外形看到，你只要做出那个动作，其实骨盆腔肌肉就运动到了。好，对啊。再来，生产后这个穿束缚可以改善尿失禁的情况是错的，那更糟糕，反而更糟糕，因为挤压嘛。所以坐月子不可以穿束缚哦。哎，可是那个博士，但是医生有教一些，比方说剖腹的妇女好了，因为伤口的关系，他会叫你说束缚用得很紧，然后呢你方便上下床，然后疼痛的感觉也会减低。所以显然你刚刚已经讲出不同了，我已经全部强调，全部是自然产，我没有再跟你谈剖腹产，好不好？自然产的妇女不可以用束缚。那如果说是你是剖腹产，这个叫去那自取其辱。剖腹产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可是剖腹我也没有。不是，对，但剖腹产是另外一回事，而且剖腹产要不要使用束缚由医生决定，不是由你自己决定。哦，了解。而且使用的时间也不能太长。好，当我没提啦。好，我们请凯来宣布一下这两个回合的总积分是多少。好，第一阶段总积分呢，吴婉姐获得2分，那我们的子怡呢有3分，佩仪姐呢是4分，这是吴婉姐一个人要独享我们的开阳白菜汁哦。可能对你好好，给你一点。对呀，对呀，今天味道太重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我只特别慢哦，特别给你照顾。哎，可能只是经过而已，那味道超重。真的哈，虾米味道你知道吗？哦，太臭了！太臭了！恭喜你中大奖！哦，真的很恶，真的很臭，算蛮恶心的哈。嗯，因为它配那个白菜，那个白菜有一股腥味，然后而且它有个勾勾，你知道吗？紧接着也来教大家做凯格尔运动，训练骨盆肌肉，预防改善尿失禁哦。尿失禁跟产后妇女其实都还蛮需要这样子的运动，是，因为骨盆底肌群它在看不到的地方，所以我们今天三个动作是夹球，好，重点就在夹，用力夹。那我家里没有球怎么办？你可以用小枕头或小抱枕替代。哦，对对，好，来吧。好，第一个动作呢，先躺下来，还来三个，好，想到比划一下就好了，夹在膝盖内侧，好，要注意你的膝盖要在你的脚的正上方。球用力夹紧之后，慢慢躺下来。好，慢慢躺下来。好，然后注意让我们的脚底要在膝盖正下方。膝盖。对，然后用力的夹紧你的球。嗯。好，肩带远离耳朵，让脊椎拉长，双手放在臀部的两侧。嗯。好，第一个动作我们从瑜伽的桥式开始做。好，两脚要在膝盖的正下方。好，先深吸一口气。呼气的时候，臀部夹紧，慢慢往上抬。重点是把你的球夹紧。吐气的时候往上抬。对，吐气往上抬，然后至少要在这里停留10秒钟。10、9、8、7、6。你们有看到吗？4、3、2，球要夹紧哦。好，慢慢放下来，还屁股不可以落地板，还不可以落地。对，再深吸一口气，臀部再夹紧，再往上抬，哦，腰抓在10秒钟。所以我要紧张吗？脚要用力收你的骨盆底肌群。好，他们真的有放慢速度。4、3、2、1，慢慢放下来。老师这样要做几次啊？好，这个动作至少要停留在这里，至少超过10秒钟。嗯，然后12到15次。那屁股现在放下来了吗？时间有限制，你知道吗？那现在可以放下来了吗？对，现在可以慢慢放下来。但这个动作要注意，你当臀部抬起来的时候，你要让你的腰放松，用屁股的肌肉夹紧之后往上提，所以不会酸腰。如果酸到腰的话，如果酸腰，你可能就是腰往上推了。栗子营养锅不但能改善尿失禁，搭配牛奶一起喝，还可以预防抽筋哦。它里面有一点点蛋白质，它有一些维生素 B， 有一些，对对对，那有一些钙，有一些镁。对，那等于是蛮综合的。好棒哦！孕妇饮用栗子和牛奶打成的栗子牛奶，可以改善抽筋的症状，还可以降低产后尿失禁的问题。这是我们推荐食材嘛？是，所以栗子改善尿失禁已经没有问题了。那牛奶又含钙嘛，所以又防止抽筋啊。
第二个动作，将你的双手打开，好，这叫侧腹旋转式。好，双手打开 T 字形，肩膀用力贴在地板上。好，然后双脚离开，呈九十度，肚子收紧的感觉，球夹紧。好，好，先深吸一口气，呼气的时候，将你的左，将你的两脚往左边的地板旋转放下去，但是不落地，不落地，不落地，肩膀不可以离开地板。停在这里十秒钟，哇，天，十九，天哪，八七，抽筋了，六五四，肚子收紧，三，球夹紧，二一，慢慢放回来。这样是训练腰力吗？天哪！对，他是练侧腹部，换边，慢慢放下来，膝盖不能落地板。好，开始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好，再慢慢放回来。这动作就是一样下去十秒钟以上哦。好，慢慢放回来，有躺下来了。好，第三个动作呢？好，请大家再次把球夹紧。好，一样是瑜伽桥式的预备动作。好，双手放在臀部的两侧。嗯，好，先将双脚离开成九十度。又来了。对，球夹紧哦。好，好，这个动作麻烦大家腰要贴紧地板。嗯，好，然后慢慢将你的膝盖往下放。好，但是你的脚不能落地。老师，不要停在这里。十，太难。九，八。我觉得我还好。脚放低，脚放低，肚子用力。我觉得我还好。四，三，再放低一点，再放低一点。难怪我这么紧。一，慢慢回来。好，上半身要起来，上半身起来。双手离开地板，肚子用力收紧。好，球夹紧。十，九，八，呼吸。七，这个好难。五，四，三，二，一，慢慢爬。我们快升了。全身酸，这个动作，这个动作叫卷体式啊，头好晕哦。这样子也要上腹跟下腹的运动，这样要做几次？一样是最少一个动作，脑充血十秒，十二到十五次，然后十二到十五次都是一样。在家里面呢，大家看到这样的方式，你如果家里面没有这个球，没有关系，你可以用小枕头，对，也可以试试做做看。那对这个预防这个尿失禁啊，跟这个强化这个骨盆底的肌肉是非常有帮助的。好，我们来谢谢这个 Cindy 老师。哇哇哇！凯格尔运动不仅改善尿失禁问题，平时做还可以训练骨盆底肌肉，大家不妨在家里面做做看。接下来他介绍的例子不但营养丰富，还可以强化肌肉，预防尿失禁。但他还有什么其他营养呢？赶快来测验看看喽！第一题，食用糖炒栗子比水煮栗子容易摄取过多的热量，进而造成发胖。对或错？请抢答。洪文杰，请作答。对。恭喜你答错了，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还好我没有答哎。你原本以为老师等下帮你们解答，水煮不是水煮青菜不是比较好一点吗？等下帮你们解答了。好，第二题，栗子和鸡肉一起烹调食用，就可以降低肠道对油脂的吸收。对或错？请抢答。好难哦。我直接回答。我只是大脑直接反应，你们俩没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好难。我妈妈常常炖那个栗子跟鸡汤，所以是对的。好的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对，妈妈常常煮这一道。好的，第三题只要加油了。高血压的人应该要避免吃栗子，以免造成血压升高。对或错？请抢答。李怡晴作答。我觉得是错。好的，恭喜你答对了。好，最后一题，孕妇饮用栗子和牛奶打成的栗子牛奶，可以改善孕期抽筋的症状，还可以降低产后尿失禁的问题。对或错？请抢答。洪文杰，请作答。应该对吧？我又答错啦。好的，这就是对了，对对对。怎么了？错。对啦。确定哦。好的，没有别的选择的。对了。食用糖炒栗子比水煮栗子容易摄取过多的热量，进而造成的发胖是错的。